不是我不愿意，而是医药费实在是太贵了，这不是我能负担的。钱的问题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我会想办法的。小倩，我是个男人，现在靠你来养已经是很窝囊了，我怎么还能……你要是真这么想，你就更应该去看医生，治好自己的眼睛。可是，永祥，我已经说过了，不管你复明也好，失明也罢。 反正我这辈子是跟定你了，所以要怎么做，全看你了。你真的很固执。好，我答应你就是了，你尽快安排。小姐，从今往后，我周永祥绝对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情谊。 福德来了，福德，怎么这么晚？哎，你这衣服要送给谁啊？我是送给小香的，小香。啊，不错嘛，哼，没想到福德这么老实的人，也知道送衣服给女孩子讨女孩子的欢心。哎，我还是帮你包一下。 既然要送礼嘛，就要好看点，这样小香一定会很高兴的。谢谢，福德，福德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福德，来，大树跟少奶奶被赵有良给关起来了，快点想想办法救救他们吧。怎么会？宛如不是让大树在后门接应的吗？对呀，是啊。 大树因为担心少奶奶的安全，所以进了高家去找少奶奶，没想到反而惊动了赵有良。他们现在被关在仓库里面，而且赵有良还说要活活把他们给饿死呢。赵有良真是无法无天了，小姐，我们到警察局报案抓人。别去！永祥，那个警察局的陈队长也是赵有良的人，我看报案也没有用，不如。 我们偷偷的去救人怎么样？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而且那个赵有良一口咬定说大树潜入高家有不良企图，所以找警察根本一点用都没有。我想来想去，还是来找福德跟我回高家救人的好。福德，我现在双目失明，什么忙也帮不上，宛如只有交给你了。福德，我们赶快走吧。放心，走。 奶奶，福德，小香，福德，快，你们带大树快走。少奶奶，那你呢？我没关系，妈跟小慧还在赵有良的手上，我这一走的话，不知道赵有良还会怎么对付他们，所以我不能走。那不行，快走啊！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我。
我不管你死活，自顾自逃命，我以后还有什么脸去见明辉啊？少奶奶，你们真当我是少奶奶，就快走，再不走的话，道士一个都走不了了。快走，你们快走啊，来不及了，快走。宛若，小夏，你先回去。你可不能被赵奶奶发现了，老夫人还需要你照顾呢。那好吧，那你们自己要小心一点啊。我没事，你放心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我实在不放心，宛如一个人留下来，也没办法向明辉交代。不行。我还是回去再劝劝宛如吧。不行，你不能去，还是我去吧。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你走，你赶紧走，快走，快走啊！还是我去，快走吧，走。是谁救走了大树？快说，他们有没有说厅上有什么动静？我看你是亏心事做多了，才会这么担心吧。你废话少说，快回答我。我都被你关在这里了，我怎么可能知道外面的情形？还嘴硬？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关门。给我用力压，用力，用力，求情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小香全是为了少爷您着想啊。替我着想？是真的，您一定要相信我。你想想看，福德来高家救人，不可能没有人知道的。现在福德要是死了，警察一定会调查下去的，到时候不是坏了少爷您的大事吗？哼，陈三奇是我的人，我怕什么？可是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呀。如果陈队长他压不住呢？俗话说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我想，我想，反正福德被绑着也碍不了事啊。你说的有道理，起来。是少爷。你还真会见风使舵呀。只要能保住饭碗，跟哪个主子都是一样的。哼。蒲顺，在。给我把人看好了，要是再出事，我非扒你的皮不可。是。
哼。